又见面了，我是颜真琳。你们看看我周围的环境，然后猜猜我在哪儿。虽然我知道你们肯定知道我是在一家餐厅里，但是你们能猜到我是在市中心找到这么一个环境优美并且绿化做得非常完善的餐厅吗？刚刚我走进来的时候啊，空气都清新了不少，并且今天还下着小雨，淅淅沥沥的，我一周的疲劳感都烟消云散了。这家位于雅加达南部的餐厅分为室内及室外两个部分，且室内外都被葱葱的绿植点缀着，环境优美，景色宜人，不禁让人想起小型的植物园。这家餐厅于2021年3月开业，起初就引起了不少人的关顾。他们提供种类丰富的早、中和晚餐，且菜系横跨多个大洲，十分新颖。Jadi Botanica ini kan di kehidupan tengah kota Jakarta yang semuanya konkrit, gedung gitu, kita mau cari environment baru, sejenis seperti ambience baru yang lebih fresh, yang orang bisa datang ini untuk santai. Jadi makanya kenapa kita namakan Botanica juga, karena konsepnya memang kita mau jadi greenery, kayak banyak pohon. Jadi orang yang lagi stres kerja dari kantor, apalagi area sini area kantor, bisa datang ke sini, mereka bisa santai, duduk, lihat pemandangan hijau-hijau sedikit, makan makanan yang enak, minum-minuman yang segar, and then dia siap untuk balik kerja lagi. So, in general, sebenarnya makanan kita very comfort, easy to go, cepat. Jadi kita mencoba untuk buat menu-menu yang gampang untuk dimasak dan dibuat supaya orang-orang yang datang ke sini pun nggak terlalu lama menunggu.我的早午餐，你可以看到今天我的粉嫩嫩的饮料上面还有桃心。嗯，红丝绒。今天我们的早午餐呢，有咸的，有甜的。那我就先开工了。这款是法式吐司，加上焦糖香蕉。还有上面很多的莓果，并且还有香草冰淇淋，正适合这样子稍微有点凉快的天气吃。可以看到这里有黑莓，嗯，还有点酸，可能要配那个面包一起吃比较合适。摆盘真的超美，嗯，面包的质地非常的柔软，并且加上它的莓果酱啊，酸酸甜甜的，是非常开胃的。是入口即化，里面非常绵密，就跟布丁一样。因为它外面还烤得有点小焦，所以外面是脆脆的，然后咬进去就是多汁。嗯，吃完甜的之后，我们试试看咸口的。今天我的早午餐的咸口可是蟹肉饼，还有上面的 poached egg。因为这边呢，你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些土豆哦。有很多层，它下面是一块麦芬，英式烤麦芬，然后这里呢是哦，好像是牛油果酱吗？试一口。哎，被我搞乱了。
口感非常丰富，从底层的烤麦芬开始啊，它是有点韧劲，有点嚼劲的。然后，但是可能烤麦芬加上那个牛油果酱啊，会有点柔和，并且有一种油脂感。在牛油果酱上面呢，它还有一层油炸的蟹肉饼，在蟹肉饼上面又有一个半生半熟的鸡蛋，所以说啊，口感层次感是非常丰富的。你再吃一口。我们今天早午餐颜色真的是非常丰富，还有一个绿色的饮料，看起来就非常健康哦。我有点酸，这个是叫 detox， 它里面有甘蓝 kale， 然后还有柠檬、菠萝等等，所以说它有一点点蔬菜的菜的味道，但是并不是很重。早午餐果然是要慢慢享受。我这里还有一大盘还没吃完呢，但是观众朋友们，在下一集我会继续带你们去探索这里的美食，西安美食马上回来，不要转台哦。Our favorite menu di Botanica adalah the espetada selections. Jadi espetada basically it's a Portuguese style of serving food. Jadi seperti sate kalau di kita, tapi dia lebih besar biasanya. And to serve it in a better way, makanya kita gantung karena it looks more grande, kayak lebih wow. Kalau biasa kan kita makan sate locally, kita ambil satenya and then we just bite it. Kalau di sini mereka harus turunin. So it's also fun to play with your friends. Kalau makan ke sini, mereka pesan itu, biasanya mereka bisa ketawa-ketawa, take pictures of it, even like hiding behind the sate karena besar. Terima kasih. 你们看，鸡肉分量是不是超大的？我今天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你们看到这边的米饭了吗？这个米饭比平时我们吃的白米饭还要长一些哦。我们先从鸡肉开始吃，这个叫 Berry Berry Chicken， 然后它这里都是鸡胸肉，据说啊，这是参照了葡萄牙那边的做法。一口先试一下。我原本以为它是完全只是辣，但没有想到它的酱料当中还有点酸味，并且这个酱料是非常独特的酱料，跟我们印尼本地的酱料有一些不同。你看，虽然是鸡胸肉啊，但是鸡肉完全不柴。整体说啊，这个 berry berry chicken 它整体的口感是非常重的，然后你吃进去之后呢，就会有一股很刺激的味道。我们下一道试试看，新加坡 laksa， 很大一碗哦。我今天的午饭真的是分量足了。虽然说你们好奇为什么拉萨没有酱汁呢，是因为他们把酱汁完全分开了。很可爱的一个小陶碗。我们先看看食材，这里面呢，今天我们的拉萨里面有很大的一只虾哦，超大一只，然后有很多的蛤蜊，撒啦。哇，汤汁撒出来的时候，那个海鲜的一个很浓的香味就迸发出来了。我们先试试它的汤汁，这不是普通的汤汁哦。我们都知道拉萨它是用椰浆制成的，但是我觉得它这个里面可能是用海鲜的一个高汤熬制的，所以说有个很浓的一个虾膏的味道。
吃一口，太香了。拌一拌。这里拉克萨的面比较粗。嗯，形状有点像意大利面哦。我们先试试啊，果然还是要从大虾试起，给你们看，看这个虾有多大，整个一只大虾哦，有点难切，直接吃吧。因为太新鲜了，所以刚刚有点难咬动，并且它的大虾并不是全熟的，它有一点点半生，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还有点半透明的感觉，很甜。试试看它的拉沙面，这样，非常劲道，边煮的里面还有一点点微生，所以你咬下去口感是很有嚼劲、很足的。这两个菜可以说是口味是比较偏重的，他们很贴心的帮我 pair 了一对饮料，两杯饮料，漂亮的橙色。他们告诉我啊，这个里面可是有汽水，所以说因为拉萨它的汤汁是比较浓郁的，怕你们觉得腻，所以来了一个解腻的饮料。哦，对，还有啊 ，berry berry chicken， 因为它有一点点微辣嘛，所以说他们呢给我们调制了一个果昔，很浓的芒果香哦，试试。有谁和我一样对肉情有独钟呢？不瞒你们说，我可是非常期待下一个环节中的夏多布里昂牛排哦，所以千万不要转台，寻味美食马上回来。不知不觉晚餐的时间就到了，果然愉悦的心情会让时间过得更快。刚刚啊，我向他们点了一杯名字非常有意境的饮料，叫 Babylonia， 也就是巴比伦，已经等不及了，用它来开始我的晚饭。嗯，你炒的怎么样？哇，啊 ，so pretty。Terima kasih。 你们看，我见过最漂亮的饮品，巴比伦呢，其实是叫空中花园，所以可以从饮料中可以看到啊，植物浮在上面，花空中花园，太美了。Diminum langsung ini. Ah, ini bawahnya apa sugar? Oh, enggak ada, ice.哦，你爱吃这个龙鱼的 ？I see。试试。嗯。它酸甜，并且还带着一股花香。洋葱圈里面可是沾满了汁，切了。哇，牛肉非常劲道哦！我这回选的是五分熟的牛排。
今天我们的牛肉可不一般，它是 M9 加的等级。你们可以看到啊，里面还有一些镶嵌的肥肉。其实它生的时候啊，花里石纹非常漂亮，瀑布一样的拉旺汁。这是我第一次吃西式跟我们印尼料理的结合，你先试试。五分熟，颜色有没有很漂亮？嗯，它这个炭火烤得非常足，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啊，外面虽然说它有一层焦焦的感觉，但它里面却非常鲜嫩，对，它很好的把所有的肉汁保存在了里面。如果觉得有些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蘸一点它的 mustard， 它会带来一些酸酸的爽口的味道。我说到了，这边的酱汁用的是拉旺汁，也就是我们印尼的一个酱汁啊。但是很意外的，它们放在一起是非常平衡的。拉旺汁有点微甜的酱香，再加上牛肉的这个肥腻腻的肉汁感，嗯，土豆泥做的非常丝滑，有一种在吃奶酪的感觉。那么今天呢，我要用这里最招牌的巴斯克奶酪蛋糕当我的收尾，这就是我今天最后一道菜了，巴斯克奶酪蛋糕。不要看它样貌虽然是有点焦，但是这里可是非常受有人气欢迎的菜品。哇，其实这里的巴斯克蛋糕跟我原来看到的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它这边芝士都有点化掉了。我试一口，再配一点他们家的雪巴。嗯，哇，这里的巴斯克奶酪可以感觉到很强的奶香味，并且跟别的地方不同，这里的奶酪好像用的是卡门贝。在这喧闹的城市当中，繁忙的生活里，如果你觉得疲惫的话，不妨换个环境，看看花草啊，看看绿植，重新建立你跟自然的关系，说不定能找到你心中的和谐与平静。但是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城市当中啊，其实藏有很多像这个餐厅一样温暖的地方。周末的时间进去点杯咖啡，看本书，然后享受享受片刻的温馨。那么本周的寻味美食就到这里结束了，下个星期日的早上7点，我们不见不散。